挑选保养品最注重的是什么？其实我先注重的是那个质地给我的感受舒不舒服，我喜欢比较清爽好吸收的。另外啊，我对于味道其实也蛮在意的，那种有点加上精油有点疗愈效果，我觉得可以让我在保养的时候增加很多心情愉悦的部分。那像 3 呢，有一个就是超级明星商品平衡洁肤油，这一罐呢里面有红萝卜萃取精华，那这个精华呢能够避免在我们皮肤可能在清洁的过程中引发的泛红反应。Free 他们家的精油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不会过油，但是它又不会，因为有一些油是属于比较清透，它可能像精华液马上就吸收，可是我会喜欢稍微能够再做一点按摩，然后我再进行湿敷，我觉得它的油的浓度算是非常刚好，而且味道非常的疗愈。